我们还是要面对就是很低潮的时候，我们要就是要给低潮的自己鼓励一些话，然后慢慢的去走出来，不要再去往后看，要往前走。对，好，好，我今天有一个伙伴，对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彩蛋啊。然后想要他今天我们也一起准备了三首歌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欢迎我的伙伴巴查克。对，你也太呜呜了吧今天。我们看到练歌他也好好的。好，直接吗？所以我练歌没有唱哪一首。难怪，你刚刚就小哼而已。对，开始吗？还是我先讲话？好，那接下来带来三首歌曲也是我的创作啦。一首歌叫做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， 就是写给我现在的那个对象姨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会跟他认识是因为我在西谷的店，就是反正某一次的驻唱，然后他刚好来台东玩，然后就进来了，然后就这样。所以我跟他说，如果我结婚，我要给他大礼，这么厚吧？哎，好了，情绪恢复了没？可以啊，有。好 ，OK， 那带来这一首《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》。